又如何把天聊死？王一博，我小时候也经常跟外公外婆去夜市嘛。一博，你呢？我不怎么爱逛夜市。我觉得我喜欢幽默的。嗯，我非常喜欢幽默。那我不幽默呀。我知道你也很喜欢音乐，对吧？你会弹钢琴吗？你会弹吉他吗？你会弹什么乐器啊？我会弹键盘。键盘？打游戏。我知道，挺莫名其妙的。那个万亩杏园啊，什么感觉？一万亩啊，片白。张雨欣，如果说女生的高跟鞋断了，你会怎么办？在约会过程中吗？对。她干嘛穿高跟鞋啊？你理想中的求婚的场景是什么样子？告诉你，以后我要真的要求婚的话，就没有惊喜了呀。睡前的一个护肤步骤是什么样的呢？就是卸妆之后会擦一些怎么样的？睡前的护肤步骤，我想应该是看看手机什么的。朱一龙，我特别紧张。那怎么就是克服下来了？我没克服。你觉得你是用什么优势战胜情敌的？我失败了。是你最终过得了暗恋系的心啊。那就是他的事。如果是工作中，你会避免不了遇到一些难题或者是难以解决的问题，你又是如何克服这些问题的？想开一点。易烊千玺。我最近在听纯音乐。关注圈教主，娱乐可以有温度。